好，要不到我不下播了。好，给自己一点惩罚了。能不能听一把，兄弟们？好，花开浪漫。直播间有没得花开浪漫，高姐们，我瞌睡都不睡。好，你一直在看我，好，要得，熊哥，你给我看到去，来，能不能听一把，兄弟们，我需要你们一个花开浪漫，高姐们，能不能支持一下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能不能听一把？还有直播间里面有没得花开浪漫，高姐们，能不能听一把，高姐们，给点面子，好不好？我只要一个花开浪漫啊。来，花开浪漫大队直接给我上。关闭伴奏，开启伴奏。好找你哟，兄弟们，熊哥要不到了，熊哥要不到，熊哥要不到了，那个叫太难的要了，熊哥太难的要了，熊哥妈耶，要不到，熊哥真找了，兄弟们，来，我们再要五分钟，要不到我们就想办法了哈，兄弟们，好不好？来，一切听天由命哈，因为他直播间来的人 他是不一样的。好，兄弟们，你们看到去，我今天要不要得到我二货呢？哦，没得理发筒啊，兄弟们，我去找个理发筒。我哪个要是给我整个花开浪漫，我那个出个理发筒，我那个。等一下，兄弟们，我去拿理发筒，好不好？要不要得？不开花了，哪个说的不开花？没得理发筒，我没得理发筒。没得你话筒，兄弟们，关闭。我等今天去买几个你话筒回来。好难哦，妈耶！今天星期一呀、啊，仙人板嘛，今天星期一呀、啊，哥哥姐姐们，这个花开浪漫都是那一排排，那要是花开浪漫整起了，爱你整起了那一排排都是啊，那一排排都是那个。开了张的啊，那排排就是开了张，他那个长官一个星期一遍，一个星期一遍啊，要不到了，兄弟们啊，谢谢我青春舞会哈，感谢兄弟的掌声，好了，来再吼一波，再要不到我就不要了，直接打脸算了，来三，花开浪漫大队来。直接跟我上，二，我看一下我直播间里面哈有没有十二号的大哥来，一，花开浪漫花开大队有没有浪漫花开，兄弟们开个张，开个张，开个张，支持开个张来，一，我二货没得呀，我二货，我那是女娃娃要的，我们二娃娃要不到，那是女娃娃要的。那是女娃儿要的，是不是嘛？关闭。真的要不到我二货，要不到。我二货没得大哥开花，我二货没得哪个喜欢我。我晓得你们都喜欢美女。开启伴奏。哎呀。
谢谢我熊哥，感谢我胖哥哈。今天大哥不下都不像开花，姐姐他那只是个礼物啊，那不是啥子桃花运啊，姐姐晓得吗？他那个是个礼物，也不是啥子桃花运。好造孽哟，兄弟们嘞，脚杆我的口两个脚杆都长满了，兄弟们脚杆都长满了，嘿兄弟们关闭伴奏。哎呀，哎呦妈呀，妈两个人都能凉啊，两个人都能凉啊，我接都不接啊。关闭伴奏。欢迎我大母牛啊，估计他们都是怕开了花桃花运忙不过来。你们要是在我那整个花开浪漫，你们绝对得走桃花运啊，你们起码都忙不过来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谢谢王玲玲哈，感谢王玲玲，好看。来，我都不相信，今天还有二十几个，我硬是要的只有十几个人，我了我要不到，我硬是今天不下播了。花开浪漫还差一个，花开浪漫能不能听一把，兄弟们能不能听一把？直播间里面各位们，我看那个大哥要是花开浪漫去关注他了。好，要得姐姐，你看我直播间里面有没得大哥耍花开浪漫，你给我看到去。好，狐狸姐姐来，三二一，花开浪漫大队直接给我上。男人不喜欢花，哥哥，我的恩阳哥，你不喜欢花吗？男人哥，到了嗓子哑了，嗓子哑了。我截屏，好，能看的，我直播间嘛，哪个看到这花开浪漫的，给我截个屏哈，好了发给我哈，嗯，是吧？我要一个花开浪漫就能够浪漫啊。我要一个花开浪漫就能够浪漫，兄弟们。关闭。不然了，好，这些好。对呀，我就是插个花开浪漫，兄弟们，礼物长官都点一排一排。礼物长官就点一排一排。能看见没得花开浪漫也行，山药先生不是男，是没人喜欢给你看花。哥哥哥哥你怕说得好哦，哥哥你怕是说得好哦，哥哥我要是变个女人就爱了，喜欢跟我花，哥哥我要是个女人就爱了。哎呀，真的啊，哥哥太难了。开启伴奏。